我做呢、這個有呢個諗新嘅諗法，就係、是、覺得風箏同天空同城市有啲特別嘅關係。咁風箏就好似象徵住夢想啊、自由啊嘅一啲物件咁樣。其實風箏同城市佢哋係對立嘅，因為喺城市入面係唔可能放風箏嘅，就算係放都要去到啲好郊外嘅地方，冇建築物喺附近嘅地方先至可以放風箏嘅。咁而我用咗城市嘅一啲結構嚟到做咗風箏嗰個外形，令到城市同風箏兩種嘢嘅元素擺入同一件物件上面。咪呢個矛盾就好似現實同夢想嘅對立咁樣，咁我就用呢一個手法去表現出嚟。好像一個室內入邊，喺城市入邊放風箏嘅感覺。因為我哋講話去放風箏啫，一年有幾次？因為那個心境喺。在那裡那出外面的環境才感受到，但我現在就是想將外面那種環境的感受放入一個室內的空間那裡。